哎，不能聊新闻，哎，你嘛对，啊，不然来恭请李祖春出来办一下。李祖春的话，都阿比总统对前山调来后山，过来阿比总统来徛一点钟。李祖春足牛呢，即摆盈盈弄伊花莲泡茶，拜托拜请伊出来插嘴嘛。为民除害嘞，我请你。你该有迄个啊，做迄个什么人？这个啊，做选馆长的，讲啊，做什么、哦、什么？这个啊，做刘应龙啊，讲人无来无去，人起厝啊，无经过伊的主管签字，这种啊，哪有准绳？是，所以咱即马围攻都等下啦。哦，他都啊，这个啊，做吴委员啊，讲啊足正确。哎，其实很主席的法律哈、啊，要来个土东山哈、啊，实在讲有困难啦、啊。嗯，因为是法律的问题啦。是，所以这个法律的问题边啊，都要靠立法。嗯，啊，那有法度立法哈、啊，叫我都来阻挡。很主席的黑金中心搜查，行政院搜查出来，嗯，根据是国民党的东山下卡无正当提到的，有567笔。哦，按照叫做无正当，你甲看哈，1945年甲1951年这个中间呐、啊，当时的中国陆军总司令，有一条文呢，这条文讲，所有日本人留落来财产，拢未使转用，未使承租，未使这个。啊，做啊抵押，哦，明文规定哦，是啊，被个清高讲啊，恁家的财产是为对来，嗯，包括中国国民党很主席这个中共，含、这个革命研究实践院，迄个，哦，革命实践院，哎，这个革实院哈、革实院竟然迄种话机关用地对吧？对，有法多去富华金矿，甲提26.1亿，好、哦，一起提出来，就提出来对，那有可能够？那照民间来讲，迄机关用地套人去了，是，这拢是你掏空啦、啊。嗯嗯。啊，这掏空问题，即马搁再发生就是讲、你中国国民党，你即马用假，这是假哦，完全是假哦。讲海外的钱来你买中国国民党东山哦，这完全是假哦。嗯。我跟你讲，你甲看卖啊，免偌久啦、我相信差不多搁再7个月啦。嗯。咱的政府一定我都甲查出来。嗯。会当查个清清楚楚，嗯，所以阿扁啊总统唔是胡白讲，阿扁啊总统一讲的拢有根据啊，哦，这是中国国民党的东山，嗯，包括个人嘛是同款，嗯，但这个问题有看下这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有真济犯难的，高干，拢总去得到这个无应该摕到的东山，对，迄当初的东山，伫1951年的进前，这个时阵，好加塞拢总登记做国有，所以你即马个查。地籍这个事务所的这个天本啊，那国有啊来转为个人去的，哦，什么原因转？迄、个时阵就规定未当转啊，迄当中有国一个法令规定哦，土地未使转哦，啊那建筑物，管建筑物才会使，但建筑物要转嘛爱有，有记录。啊那像你来讲，连家财产来查都有记啊嘞。哇，上少有三件，第一件就是南京西路19号，哦，第二件就是这个叫做阳明段，二小段，第12、13、14、15，是，那个好，你讲很清楚。啊，过来，啊，够怀生，够怀生段哦，怀生段，二小段，138甲138之一号，是，还有偌济呢？12家，十二家，你唔通惊着？28次，是，啊，你也想看卖啊？伊的财产太无几落百亿，哎，我讲的代志拢是有正实的记录哦。连金龙都做来进步掉。是啊，啊，问题都发生伫遮。啊你家己你没有来信保证，你接收大员啊，啊你家己接收上面接收你家己那底下接收啊个兼来信保证。所以吼、咱们爱讲的，连前先生啊看到你的节目，好、爱出来解释，爱出来讲个清楚，嗯，因为很主席直接全部拢掉掉啊，嘿，这样你要清楚一点。你个讲了，伊就讲你共产党清算斗争。啊，我坐在为共产党要遭到邓来娘哟。伊就讲，对，你共产党，你对中国要来说，你讲，我讲为了清算斗争，叫财产，是台湾经济基金呢。你在地无人买呢，阮无着地，你也说着呢。我无着地啊。无着地。啊，你想台湾人民爱甲原谅呀？他有可能。你这样讲话，清算斗争不行。来，我有意见讲。我知影恁怎样怎讲啊？顶摆选举的时阵，有人提这户口名簿就拿出来说啊，你这个什么地不是登记在？什么吗？义工他们是无辜的第三者、他们就是花钱买的啊。你等着我给寄的哦，连合报哦，这么大的报纸哦，突然放在中间很小的这一块，啊，不过有一句他突然放大用黑一点的字来写哦，这么奇怪，不断那安内嘞，结果那一段的字是瞎工。连战他们家强调，一当中会买遐侪土地哦，是为了救那个时候的乞丐。啊，是，被这气
乞丐寮哦，那个乞丐来家寮，嘿对。啊，我一看到的时候，他大吃一惊，哇，这么有爱心哎、欸，这是他的辩解嘛。而且哦，咱今麦问的对公，你所有的东西你都查出来，你拢看东西现在笑脸给下来背哦、嗯，你也查不出他的资金哦，那都是国外汇进来的钱，然后里面你就算查清楚流向，你拢公我是善意的第三者啊。嗯哦，我就是来买的啊，那之后又转卖啊，嗯，你被安诺嘞，而且你最后用党产处分条例哦，那是说年底说选后了之后，大家定了一个党产处分条例，嗯、还涉及一个问题，他是不是要溯及既往？因为当然要溯及既往啊。可是，一般的韩国就是安尼啊，韩国政党问题达标嘛，算啊清楚。让韩党只要马上要清楚、啊。但是台湾的法律哦，它在通常你去定一个溯及既往的时候，它其实是违反法律要件的。哦，然后而且现在都已经卖光光啊，你怎么去溯及既往？按你通过这个法案有什么路用？哪边当溯及既往？通过这个法案有什么路用？所以法案系当前的应该责啊。是。哦，一对应该查啊，查到起码那是会当说。啊，系当前国会都犯啊，这样子啊，靠可能通过。所以这嘛是人民的问题啊，这个是你台湾人去让这个立法院纵容他四年没有处理糖厂问题、嗯，所以历史造成的问题哦。现在就算所有的账目清清楚楚，他、就是说，那我们就是买的啊，阿摩利亚诺，你我不买的。余燕啊，我一共用买的机芯哈，连点记录我有甲查到啦，一共登记错误啦。啊，但是我即马吼，咱即马查出来，这里利益成本哈，当然你放伊六十几个，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一百个嘛，赶快，因为咱这有记录的啊。1949年，连点哈，你甲看卖啊。1949年迄个时阵啊，为这个台湾县工产这个委员会哈、来过户，对，好、这个也做连战林老爸叫做连振东，对，但是哈、你也知影，伊这片土地伫1948年，对，就是1948年迄个时阵啊，这时间都不容啦，对，那有可能讲这个土地伫后壁，过户给你连先生，但是伫后壁过户给国家。但是伫这个头前先过户，互你连振东先生，他有可能是，这唔对啊，这逻辑上完全不符合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这条哈，连先生跑不掉了，绝对跑不掉，这公开的就好啊。是，这很主席的地级成本足清楚呀，大家拍开来看。好，你来解释，你讲登记错误。安内不爱登记，你忘本户啊。好，我最近安内像人来讲哦，你阵开无要去买去食料啦。你去食料买起来，以前差不多百几块买起来，即款几十亿个啊，你以前。啊，有这只好康，你也拢唔知，无知你是资深的国民党员，本来老师。等来讲这啦，等来讲这，无我即嘛嘛免安尼，请你来来这表这直接几千块车费，计几百亿个呢，为着要救乞丐嘞，来进广告来。